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八崩哦，这个八之二之一哦，这个水流的源头哦，这个饮水要思源哦，流水要看源头哦，这个试着通关看看，有一点危险哦，因为我用这一队打到这一只30%盾，我要速战速决。因为我这次没把它紧伤的哦。哦啊，拜托哦，拜托不要断毒，这个断补血珠是最要不得的。原来 CD1啊。然后再给你弄个那个大法这样，哈，两 combo 算了，没关系。好，只要不断心，连续三回合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第一次这个元婴金跳起来就多了一个保命符了哈。哦，这个达胜队怕什么？哦，不是减伤固定扣血的招式，只要是这种招式都怕。像我这个是固定扣血的，30%。哦，毒伤也是，哦，毒伤也是，哦，那这样应该看起来就是过关的意思了，好吧？哦，能力继承哦，这个对能力继承。既然能力继承，就做全体攻击吧。攻击的时候尽量做全体，就做全体就不会有那个有一只继承一只没继承这个状况。好，那你血量差不了多少，40万50万左右，所以还 OK 啊。小心不要让他送走其中一只，要继承一只麻烦。开毛长机，好，两只一起送走，这样就省很多时间了啊。再来是拼图盾好史莱姆王，这个其实这只也不难，打起出来就好解决。对，打起出来哈、哦，这个怒浪开下去，好丢吧。哦，丢什么？丢技能啊？丢什么？管你要丢什么，就丢了就对了。哦，这神王100多万的血还好。然后拼图会蛮烦的，所以一波把它送走，没问题，一波送走没问题。再来是这个横向射击哦，横向射击，我们帮他拍个照，好不好？马上击开下去，然后这个大声开一下，不要浪费，我又想省一点时间了，没有为什么。哎呀，
少了一个光珠啊。好，无所谓了，就继续出击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在出的哦。在大圣减伤面前，这个视这些攻击如无物哈，如无物哈，视若无物哈，这样才叫齐天大圣，是的。哦，下一关是双重冻结，所以我建议是在这一关把妲己存起来，不然我怕你整片的那个什么。哎呀喂呀，这个很顺手就给我撞下去了。就是会变整片全部都是冻结腐蚀，那就蛮麻烦的。哦，所以边打我们边把妲己尽量把它除满哦。哦，我喜欢用妲己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在很多关卡替我解决这个排出的问题啊。哦，拼图盾嘛，然后一波带走什么的都很好用啊。哦，所以这个。双吸油神下去就是整个就是 OP， 好不好？还有四回合 ，OK。为了避免意外，我们还是就是一回合一回合出无所谓。妲己好了、哦，好，双重冻结啊，就是一次冻两颗嘛，照一张相啊，帮他留念一下，我们把这个杂猪全部滤一滤。这个状况就很尴尬了哈、哦，转一下，看，尴尬也没办法，就是，好，就这样。好，一波把他送走吧。这关攻击力减低哦，还是因为我们状态还在，所以我打算再开一波哦，就是大圣加天雷的战场，妲己，我这样开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状态都在，基本上消了一半的攻击力，我们还是蛮强的、啊，所以干脆就反正都不能出招了，就直接把丢一丢好了，丢了就对了。丢就对了，好，顺便龙科给他开开。这个蛮尴尬的一个状况哦，就是我们的珠子消不太到想要的啊，好，尽量打了。看到这个威力是非常非常非常惊人。最后一关是，哎，对，他要水啊，他要水，大于等于七张波盾改，哦，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了，这个。哦，非常漂亮的一个七张波。你要是做不出漂亮七张宝，就是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对，哦，对，这个，哦耶耶，哦，做不出漂亮的七张宝，自己要小心了啊、哦。
啊，三康宝。哦，耶耶耶！好，对，我不知道我可以熬夜几次了哦。如果听到我一直熬夜，就是知道我快死掉了哦。哦，这边还是自己慎重一点哦。哇、啊，滑鼠没有很好转的话，就不要硬用滑鼠哦。这个对，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对眼睛比较好，但是对心脏不太好哦。这个漂亮的天降，七没有七，没关系，我们等妲己，妲己只要跳下来，跳起来就是定胜负了哦。来，漂亮的八 combo， 哦，这个还是不是很漂亮，所以我只能弄出这样的 combo 数了。哦，好痛的感觉、啊。少一 combo， 哦，天降天降，尽量不要断心珠啊，各位。断心珠就是断了你的命珠了哈、哦。那刚刚是属于一个累格的现象，不用担心，我们有大圣减伤，大圣减伤。还要撑几回合呢？还有两回合，撑住就好，撑住就好。哦，做叠一珠有个好处，就是增加落珠的几率。光这样就快被我们摧残死了、哦。要是出招还得了，是不是？吓到屁滚尿流、啊。来吧。OK。天雷战场，一波把他送走啊！各位，一二三四六七八，我没有八方广哦。再开个印记哈，我们把它摧残一下。啊，不是印记啊，龙科啦，跟我们而已。这个连锁常常会断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用。哦啦哦啦哦啦 ，K， 哦，不堪一击。我赢了才敢这样说的。好，以上这是八只几只几，我已经忘记了几只几。好，谢谢各位的观赏，拜拜。